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沃克。暗黑宝可梦出了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刚才抓的暗黑没睡宝，雪轮眼的妙蛙种子。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进化功能啊，现在多了一个进化功能，你看把它进化，听说会变强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帅。然后这是打地图上的火箭队抓到的哦，它不是什么 IV 100。那刚才好像就是有别人玩，然后是那个抓到小火龙，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打每一只打的形式都不一样啊。火箭队你遇到它啊，就我现在没，我刚才没有录下来，现在没了。它那个补给站会是黑色的哦，然后周边会有站一个火箭队的人，然后你点下去刷站之后，你就会跟他打架，跟他来一场，不不不不，反正很烂，他很烂，真的很烂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用快龙 CP 3000多对他一个妙蛙种子 CP 100多。好，再秀一次齁，就是这个。暗黑妙蛙种子出来啦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。OK， 报告到这边啊，没录下来真是可惜。好，拜拜。